赵文，怎么是你啊？喝水。要不要给你弄点吃的？我早上吃过了。我还没吃。你不是吃了吗？又饿了。是我骗了你，要打要骂随你便，怎么解气怎么来。那颗珠子，我也可以还给你。我知道那颗珠子对你来说意义非凡，并非存心欺骗我。这些天我一直找你，就是想要确认一下你是否安然无恙。看来，梁兄把你照顾得挺好的。看到你安好，我就放心了。走，我带你出去玩去。程老板，忙着呢。哟，梁老板来了。给他挑几件合身的衣服，要干净清爽的，料子好的。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去啊。哎，梁姑娘，我感觉这里的衣服都价值不菲，还是不要破费了。哎呀，怕什么？自家地方随便挑。来，公子，这边请。刚分别没几日，姑娘就有了如此成就。你知道的吗？不赚钱闲着干嘛？哼！姑娘如今今非昔比，是我赵某高攀不起的了。赵文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喜欢我吗？姑娘，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呀？你当初说要娶我，是因为觉得对我有责任。可是两个人在一起，最重要的是彼此喜欢。所以，你和梁兄……对，我们彼此喜欢。可是，自古以来婚约之事，都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夫妻二人相敬如宾。你说的这种，倒是像神仙的爱情。可是爱情，它本来就是无缘故的。等到有一天，你想不起这些大道理，就只是碰到一个女孩，就想把她娶回家，携手共度一生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了。我也会遇到吗？我相信你肯定会遇到的。哦，对了，咱们以后以姐弟相称吧。姐弟？嗯，我比你大。咱俩在这儿呢，又都没有家人，所以以后你就是我弟弟了，有福同享，有难我当。吃苹果。接下来啊，你就好好学习，安心备考，缺什么跟姐姐说，我都给你买。其实没有什么东西。公子，给口饭吃吧。家中的藏书，若是能姑娘，给口饭吃吧。快走开！老板，给口饭吃吧。快走开，耽误我做生意去。姑娘，是你啊。慢点吃，慢点吃。经过那种地方，是不可能再进家门了。父母全当我们已经死了，甚至有些姑娘又主动回去。若不去大街上讨一口饭吃，现如今我也不知道怎么活。
哎，你出去怎么不说一声啊？他是谁？你怎么还带个乞丐回来？怎么了？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们明明没有流落风尘，他们的家人还是不要他们。自古世人看重女子贞洁就胜过一切。那你呢？你会不会看轻我？会不会觉得我轻浮不自重？不会的，在我眼里你比任何事情都重要。我想帮帮他们。给姐姐姐夫请安。姑爷安。姐夫，上座。姑娘安，小人伺候姑娘梳头。要不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姑娘是嫌小莲的手脏吗？我没有啊。小莲以后会注意，不会再碰姑娘的提及物件。我就是不太习惯麻烦别人。啊，你来。早。姐姐请坐。你也坐。我出去转转。我，请坐。